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再次吸引我们，在这美好的主日清晨来到你的圣殿，同心合一敬拜你，唯有你配得一切颂赞。我们同心呼求宣告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工作生活中的每个层面。唯有你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宽恕我们所有的过犯，使我们生命重新来过，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。唯有你释放我们的重担，使我们获得清晨的恩膏。唯有你是喜乐的良药，叫我们的心除去忧闷，有平安居住在我们里面。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灵魂苏醒，与天父上帝恢复美好的关系，感受到能成为神的儿女乃是有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与恩典在当中。为此我们不住地称谢奇妙的作为。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，我们恭敬地将教会内教会外所有的服事都排列在你面前，恳求你赐下能力、信心、智慧与我们同在，也将生活工作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有满足的喜乐、永远的福乐，像是馨香薄荷一般的来献给主。愿圣灵掌权他的圣殿中的敬拜与讲道，同时照顾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属于你，来聆听你宝贵的话语。还是这样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念最大的诫命。了不起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恭读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记载在诗篇四十二篇一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神啊，我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第二节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三节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你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第四节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。大家守节，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第五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愿神的话语临到每一个人身上。讲到请萧同轩传道师，传道今天所要讲的是疗愈的力量，将时间交给传道。